有有有，各位，今天咱们迟开播，是因为我差不多做完几秒。结果我这样迟开，是因为我眼睛有肿，然后我就不懂怎么，所以你们发热气，应该是发热气，所以你们这个期间那么大太阳，你们看 ，OK， 曝光看不到，就是很大就对了。你们在这段期间要多喝水，然后不要乱跑，不要像我这样坏蛋就可以了 ，OK。你们真的要多喝水，不然的话你就跟我一样眼睛肿，隔天傻掉。我还有什么事哦？结果我问了一下才知道是发热气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是来熬夜，所以有点辛苦。所以现在继续做 gym 先，然后看有什么好拍。而且我相机还没有电了，就这样先。我是 Randy， 这是我的球。我靠！干啥球？哎，你哪里跑的？做完 gym 好看。这边啊 ，OK。哎，你把背包给我拿。麻烦你啊。再见了，兄弟。喂，你把背包给我拿。OK，你有背包过没？啊，我去！Yo， 我回到宿舍，然后买了一个摩卡，因为等一下我要开始剪片了，因为我上个星期的片都还没有剪，所以要剪片了。然后还有什么事要做？应该没有什么事，今天的 vlog 会很闲，不用紧，应该差不多现在要关了。然后明天的话，早上十点练 gym， 可是还要去送一个枕头，我还将安排时间就再看啦。所以就到这边先，就这样。Yo， 现在时间几点？1:18了，然后我在这边剪片，然后会有时候会 miss 掉一点。想讲的就是嘞，剪片，哎，先讲一下我600多个 subscriber， 这个值得开心一下。然后现在。那么迟啊，我也是要睡觉啊，剪多一下就睡了，可能因为自己太懒惰啊，然后拜六日去做义工这些东西哦，导致我哦时间很乱掉，然后就慢慢调回来，然后会迟上片的时候，所以各位体谅一下，现在就要睡啊，反正我一直讲要拍小摊嘛，因为我想讲的是，我1000个 subscriber 才开始拍小摊，因为我跟着我 daily vlog 走先，然后过后 daily vlog 就可能慢慢减少，可能就是两三天一个影片，然后再拍点小摊 content 的东西 ，plan 是这样啊，可能过后会有变再看这样，所以就这样先，疫情期间记得多洗手，戴口罩，还有晚安各位。